你了。咱结果了他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气性，我所求之事不敢托付。
拿了这。在樊笼里不得反自然，you
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唉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继承天命，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间的蓬草，能往何处去呢？正经一宿，你已在路上，只管任性向。
小僧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，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，万般皆苦，只可自。
Yeah.
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你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，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